IB 学生素质。中文教室学生素质实践，思想开放。一，我喜欢这个想法。我喜欢这个想法，很有创意。二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三，我同意。我同意你说的。四，应该不难。这个中文字应该不难写。五，我也是。我好喜欢小狗。我也是。六，我不介意。对不起，拿了你的铅笔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七，我欣赏。我欣赏你们国家的茶文化。八，我想多听听有关。我想多听听有关中秋节的故事。思想开放。你也试试。